iTOBB 新家庭电话精彩不断， iTOBB 回馈广大爱用顾客，每月只需低廉费用，便能让您无限拨打美加中港台，省下高额账单。那 iTOBB 呢所提供的家庭电话服务是用一个非常低廉价钱，那你可以无限拨打美国、加拿大、中港、台等29个国家跟地区。那同时呢，我们还提供你中国、台湾、香港的回拨服务，你的亲友可以只要付当地话费就可以拨打到美国给你。那还有你可以用你的手机也来拨打国际长途的部分，这样是非常超值的家庭电话服务。原价是24.99的全球包月计划，现在特价只要9.99，你现在加入还可以送你三个月免费的中文电视。 iTOBB 新家庭电话提供中港台电话回拨服务，不论您全球飞来飞去或全家出门旅行，只要带着 iTOBB 转接盒接上网路线，就能免费拨打全球29个国家的国际长途电话，现更提供手机国际长途、三方通话等十大功能。iTOBB 提供非常优质的家庭电话服务，你家里不需要有任何的电话线，你只要有网路就可以使用我们 iTOBB 的家用电话，只要一根线接上我们的电话盒，那您就可以直接拨打无线拨打全球29个国家，包括美国、加拿大、中港、台等29个国家跟地区。你如果出门旅行的话呢，我们 iTOBB 这个电话服务你是可以带着走的，不管你是去了中国啊、去了美国、去了埃及到处旅游的话，你就带着你的盒子，不管是你的亲人在哪里，世界各地他都可以找得到你。 iTOBB 新家庭电话现更推出亲友推荐大优惠，只要推荐四位亲友加入 iTOBB 新家庭电话服务，您便能获得全年免费服务优惠。欢迎到圣盖博全统广场或 Arcadia 大华超市旁的 iTOBB 体验店，亲身体验 iTOBB 的最新优惠。你推荐两个人以上，你就可以获得三个月的免费服务；推荐三个人可以获得六个月的免费服务；推荐四个人可以获得到一年整年度的免费 iTOBB 电话服务。民众如果想要多了解 iTOBB 的家庭电话服务怎么去使用，怎么去帮你的电话账单更加的省钱，你可以到我们到的圣盖博全同广场118D 的 iTOBB 体验店，以及我们在 Arcadia 大华旁边的 iTOBB 体验店来做我们剩下的省钱咨询。记者叶宏志，洛杉矶采访报道。